想到追，当初怎么追？啊，当初约我去看了舞台剧，然后跟我俩都在公馆，刚好我那天跟我爸约在公馆吃饭，哦，就这么近，他就走过去看一下，好像也无妨。结果意外，在看戏的过程中。看到了爵士他在演出，他在演出哦，是因为这样，天哥如果看到这么漂亮女生，他也没有意思吗？没有，我其实是一直来说，一直到现在都是有意思。你真的没有吗？我就赞美他。红丝是要继续下一个步骤，是做的是一个那个葱油的酱。哦，哎，我们好不容易的这个酱哇，你们的辛苦要淬炼成酱，葱绿做酱，葱绿做酱，绿做酱，很香。好了吗？好了，红煮好，隔水加热煮好。培根，这个是增加它的口感跟一些油脂嘛，香味。培根很香，没有油脂哦。哇，我这个包起来是功夫菜，这个不得了啊，是不是？低温稍微慢慢煎，让它那个培根的蛋白质出来，它会粘住。粘住哦，气缝会粘住蛋白质跟蛋白。哦，后来有拿到它的联络方式吗？对啊，怎么追的？因为我当下就有问说，天哥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刷楼那个他的名字？因为节目单上面有他的名字，有图嘛，我搜寻就可以了，我就搜看，结果就真的搜到了。对，洗我版，然后晚上就提起我，对，然后我就一直看现实动态，这是疯狂粉丝哎，对啊。结果我就点进去他的那个现实动态，结果在现实动态都在拍我的腿，真的是一开始。可是那这个第一印象算极差无比哦。对。哎，我真的是情不自禁的在拍他的腿，他还在现场看着我拍他腿，他说你也太变态了，这样子一开始不好印象，最后怎么告白了？而且一直人生感觉还蛮深的。那最后是有什么特别的招数？我后来其实是在车上跟他吻。你现在还在追溯期耶，他反过来他是可以告你的，这不是我个性，所以你教他的，所以其实是不好的示范。然后我真的已经单身太久，他有人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我决定就是要把现在最大的爱就是要，因为我原本人是一个蛮阴郁的。因为他的出现之后，我做很多事情都比以往开朗跟自信。对，而且有了一个目标，有一个人可以让你一起跟着这个目标迈进。千万不要忘记遇到他是因为恭喜啊！好，哎，那我们现在阿红师已经上菜了吗？哎，东西已经烤出来了。那我们就是切开一百盘，好，然后再加上酱，酱汁淋上那个酱汁就可以了。强了，强哎！专门为你准备，开动开的话，好，创意创意。好吃哦！我的天啊，打破了他原本我们对鸡肉的想象，它的结构已经整个分散开来，在宇宙当中分散，重新组合，棒又再回来，但已经不一样了，太美味了！你们赶快吃啊！漂亮姐姐，漂亮姐姐。漂亮妹妹，嗯，它的那个培根一咬下去，它的那个咸香味，对，咸香，而且它上面就是有搭配那个芝麻叶，然后因为芝麻叶咬下去之后会有点微苦的感觉，然后就是再加上这个鸡肉的慕斯，就可以把那个鸡肉的甜味带出来。轮到我们主持人给吃，是，好饿哦，好，那开动吧，漂亮姐姐，好。我们今天的辛苦才。
太值得了，真的。我们今天，我现在吃这个一直在想到我们今天那个这个葱，然后这个葱真的变化成那么美味的料理，我真的觉得一切都值得。嗯，哎呦，哇，哎，完食哎，完食完吃光光，完食完食，直接完食，对。一分钟内全部吃完，赞赞赞！那接下来趁胜追击，要带什么样料理？再来一道的话是那个奇亚籽的海鲜慕斯，那我们搭配的话是整个海胆，让你吃到食物的原型。哇，不是打过的。哦，特别的话在上面放了那个奇亚籽，然后你再挖到每一层会不同的酥皮，吃到边缘。哇，真的是创意料理之王啊！期待，厉害，好厉害。好，那我们在等待这个奇亚籽海鲜慕斯的同时呢，我们要来考考大天啦。哦，要来看你到底懂不懂对方。最怕这种单元，很多都是上完节目之后才开始有家庭纷争。那我们来看第一题的题目是：陈大天是刘璞的第几任男朋友？哇，哇哇哇！不可以偷看啊！不可以偷看啊！哦，第几任男友？第几任男友？写好了吗？好了。怎么快？等一下呀，那个字刘璞还在数，还在算吗？刘璞还在算。这么多字，应该是要写的。好，先看大家的。第五任哦，五，哎，这个不是凭空想象的哦，这一定是有一定有啊，前面四任他都懂，因为他每天都在讲他有几任男朋友啊，真的数前几任。我们这个关系是属于比较偏反过来，他是比较容易提到过往哦，对，因为在往例的例子当中，其实好像大部分会说错话的都是男生，但是因为我很重视这个感情，所以我完全不敢提过往。哦，我可以帮你讲。哎，不用，也不用帮他细数了。不用了，因为其实还蛮瞎的。哎，看一下刘璞的答案有了。最后。Oh my god！ 是吗？就不用录了。太惨了。他们已经准备要结婚了。我们全部的人陪他们两个，演这窝，从白天演到晚上，好感动哦。你何德何能啊，陈大天？他讲说什么，就是说啊，就是最后一任，这个真的是，你算是骗人的，我也觉得 OK。没有骗人，认定的也是会感动。哎，想说递交的几任，要负责任，要负责任，当然，绝对。好啊，好，来，算答对了，好不好？请问刘璞最崇拜的男艺人是谁？呼之欲出了，呼之欲出，对，都可以哦。崇拜，想到男艺人，你第一印象？对，大天应该不会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会不会写成大片？他不，我觉得他不知道。不会变。会。好，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大片的答案。韦礼安。韦礼安。韦礼安哦。哎，真的吗？是韦礼安吗？来看一下。真的是哎。哇。可是他跟韦礼安算还不错的朋友。对啊。对，我们也。嗨，他真的。很好啊，你就是圆梦哎，对啊，你就是把大天当跳板不是啦，他有女朋友了啦，哦，而且还是因为我们先在一起了，又鼓励到他们也在一起，哦，是哦，联动可以 double date 这样，对，千万不要忘记这一切一开始都是因为我李安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了。海鲜慕斯，对，完全想象不到是这样的呈现方式，原来是这样子的，就像甜点，对对对，布雷，而且它上面还有，这是海胆吗？海胆，鱼子酱，鱼子酱，哦。
对，你看，刚烤出来的面包，哇，太高，就是他们全部融合在一起，吃到嘴巴里面去的时候，就是太丰富了，而且 very colorful， 但是是在同一个调性中，调性当中。底部又是对啊，不同感觉啊。底部是比较是什么？底部是蛋，蛋哦，蒸蛋，蒸蛋，蒸蛋，对。所以你往下挖吃，每挖一次就是不同感觉。你感觉吃这个面包，感觉你在海里游了一圈，很鲜。但重点是你有在海里游一圈过？没有，就是他带你去旅行的。啊，对，好好吃哦！哎，刘博好吃到没有讲话，一直吃哎，也可以这样直接吃嘛，对不对？里面是有水果的，里面有那个洋葱，有一个脆脆的口感，还有番茄。还有番茄，你吃到那个颗粒的话，就是虾子，虾子的原型。哇，虾子，它这个吃下去真的很幸福，大饱满足。漂亮姐姐开动吗？真的觉得吃这个啊，根本就像在寻宝一样，完全颠覆我对那个慕斯海鲜慕斯的想象。因为它一个这样一小杯，竟然可以吃到这么多不同的口感。我觉得那个慕斯啊，配上那个洋葱，有点像那个脆脆的，有点像那个优格酱配上那个洋葱的那种爽口。嗯，它的经典就是在里面那个奇亚籽，它让鲜奶油变成不像鲜奶油，会是滑。是奇摩籽的，奇摩籽，海胆的那个层次又在拉上，因为海胆本身它会比较软，但它遇到奇亚籽变得更滑，但是不同层次的这个海胆。太厉害了，这个创意跟美味度都是100分。那我们这一集算是成功50%，接下来就要把压力丢给我们的郭厨艺郭主。这是我师傅吗？师傅，对师傅，对，因为你的师傅，你的要有压力，你是下半场。对对对对，等一下呢，里面就桌上准备了大概最少三碗饭。哇。还吃了错，还哇下饭，这么下饭，对，没有错，你好厉害哦。接下来呢，你们去采回来这个什么温泉空心菜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温泉空心菜呢，本来都是用快炒料理的，对，炒肉丝啊。你看它那个今天呢，口径，口径有没有？口径，很像奇异笔的宽度，就是这一节啊，很脆很甜。苍蝇口是要用什么？韭菜花。今天呢，我把它做成什么？用这个温泉空心菜来做，代替韭菜花，把它换掉。但是不一样的口感又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取代韭菜花。这个呢，角落呢，用3:7，3:7。哦。就是肥肉三，瘦肉七。哦，这个要很讲究。里面呢，你有没有看到我放油？没有放点油。是。因为呢，在家里用这个锅子炒的话，你就完全不留给我们任何空隙。自问自答，有没有懒呢？没有放油啦。有没有油？没有。把你那个油钱省下来。养下一代小朋友，不错，对，哇，还有寓意在里面啊。对，这个最后不对，我们就来切空心菜。好，来喽，来喽，上锅，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，太进来了，来，然后呢，再把它切碎。哇，这个速度太快了。刀工，在比赛，小心手哦，小心手，顺着切下去就好。哇，有压力，他有压力，他有压力。没有压力，绝对没有压力。哎，锅底菜为什么要把它拍一拍啊？这样它拍一拍的话，它更能更脆口。哦，真的吗？你假如说没有拍一拍的话，那个甜度它不会上到多，而且是会有点硬，好不好？哦，所以空心菜是讨拍的，空心菜。那叶子的部分呢？我们说同样的，不用切碎，就把它切细丝就好了。好，还有那。他想要做出跟那个差异感。对，像这个酸菜本身快炒是最有的哦，快炒很重要。对，好，还有火很重要，肉里面都有水分，是一定要把水分把它炒掉，腥味跑掉，变成香味出来，是层层的堆叠出来哈。来，真的是又会讲又会做，对，很厉害。这个刀法我一直很想学，这到底是怎么弄？我们一样把它切碎，把它切剖半。怎么剖的这么平？是什么普通的辣椒吗？普通的辣椒而已。OK， 都是美人椒。美人椒，对对对。较袂香的。
一定的。因为我的主旨是要下饭料理，我就让一个汤匙来测试它到底下不下饭。来了，好，哎，谢谢，你也要帮我们拿过来，就想要占为己有，哦，好香，不要这样，我要吃哦，好，不，温泉公司料好香哦，是吗？哎，好好奇哦，真的吗？嗯。那它真的有比那个韭菜脆，对不对？很脆很脆吧？香哦，已经闻到。妈的！我不能跟你们分享这道菜。分享大家，分享大家，来，你可以吃吃看两种不同的。哦。这个嘛，你要喂我？没有。啊！导演啊，他只要放在这碗上面。咸香脆，你知道下饭的菜最重要就是你吃下去分泌口水那个，这样子，哇，酸酸的，就是想吃饭。哎，他饭已经扒饭碗了，香气是不是不比饭菜重点要快炒？对，他这样炒起来，吃下去的瞬间，你会觉得它所有食材在你嘴巴里面跳舞。我要换淋沙啦，好，漂亮姐姐开动吧。停不下来哈，停不下来，太好吃了，真的是没办法用言语来形容。真的，温泉，来，温泉空心菜太脆，这能这么下饭吗？对啊，你看把那个韭菜花换成空心菜，温泉空心菜，对不对？它那香气真的很逼人，色香味俱全，好吗？我这个温泉空心菜不太完整。我觉得吃过这个之后，汤圆头就是加这个，正式加这个，你们买到历史了，这道菜成功。好，我们这道菜呢更猛，我跟你讲，这一道菜呢更下饭。OK， 这一道菜呢叫川煮水煮牛肉，水煮的话就是没有辣的。用白水在煮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，会变成麻辣的感觉。那牛肉部分呢？选哪个部位啊？这个里脊部位，里脊也都用烤好。哦，对，好，直接呢把它切成片状。对，哇，你们可以到超市去买那个切好的啦，有切好的，你也可以用。没有这种刀工，你就去买切好的啦。对啊。那虽然呢它是里脊肉，但是呢它咬着直接下去的话会怎样？会有点柴，对不对？有点柴，对，我们现在回忆就是。对，柴油烟让它形成一个保护出来，好吧？全蛋液，全蛋，全蛋液，全蛋液进来啊！哇，这个打蛋，打蛋的话，为什么先打在小碗里面？各位猜，因为怕那个蛋坏掉。哎，对，哎呦，厉害！但是地中的话，在家里面可能会整个啪打下去了，啪也坏掉了，哇，肉也不坏蛋，对，坏蛋。哇！哎，你这个有点花式哦，可以这样抓吗？可以啊，那个打进去哈，好不好？来，蛋液有点不错，再来，哎，再来。一开始不用全部下去，慢慢这样抓就好。怕蛋液太多了，它打不进去。这个玉米粉，不要用太白，太白的比较硬啊。OK。它现在呢，粉就现在形成一个，稍微保护膜就好了。OK。就像这样子，包覆起来，好不好？薄薄的，对，而且在发亮哎。对对，好。哇，这个这道菜很难啊，很难，对，真的很厉害，好厉害。再来，我们现在来用力哈，来炒。
在呢已经怎样呢？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直接呢就把我们刚刚这个时候才要开始，哦、对，现在就要加进主角才这个时候才登场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就分出来吃，熟度出来哈，就直接吃。哇！同样的，我们底下也可以点火，你就是点火都可以哈。点火的话，就是整家团团圆圆都在。哇！那整个温暖的程度，绝对非常的棒哦。刚刚的什么？胡辣椒，胡辣椒，花椒跟干辣椒。哎，对，把它摆在碟子上面哈。再来呢，我们再冲。刚刚的我们炒的胡辣油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直接热油要浇上去。啊。进来以后呢，我们直接等一下再冲。啊。香味就出来了，真的棒，厉害！直接用它油的余温，直接把它那个葱，对，烫熟了。好，那现在好了，直接要进来了，跟你们爱情一样，对，哦，漂亮，这个声音真的是漂亮，天哪！来，这样就好了，完成了，哇！川蜀水煮牛肉完成。好像从皇宫里钻出来一样，嗯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哦吼，天啊，对，哪天好像太棒，哦，哦，哇，花椒的麻跟辣椒的辣，就是是在整个口中很舒服的，因为录了一整天，对，其实刚刚是突然间被这个牛肉唤醒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刚刚有点累，对，你这个把我们弄醒，是吧？对，被那个辣辣醒了，你知道吧？哇，嗯，精神来了。刚刚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有点 jazz music， 爵士乐，对，这个是 rock and roll 哎，对，摇滚对不对？摇滚哎，愿意帮我们去外面吃到有一些麻辣火锅或者是麻辣东西，他可能吃起来你会觉得你嘴巴很干，然后口渴，他这个不会，逼的辣。而且你看哦，那整个一盘那么红油，对不对？其实它又不会爆炸性的辣，对，是很温和到嘴巴慢慢呈现出来那种辣度。哇，谢谢高科技帅哥阿红师，太厉害了！哇，谢谢你们，太感动了，今天算是真的帮我们任务大成功，对，圆梦了。怎么样？今天我完全没有想到贵制作单位会用这么样，就是。等于是最顶级的款待，高我们做的好像我们上辈子欠你的一样。对。对啊，你们是不是真的有欠我什么？还清了。我今天可以说是，大概是我今年到现在过得最快乐的一天。非常棒！哇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一日算超级健，真的超级健的，很成功，任务大成功。还有事，哦，来来来来来，这边这边，开动了，漂亮姐姐！水煮牛肉好好吃哦，好下饭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，经过不要再错过了，对不对，锦兰？开动吧，漂亮姐姐！就要开动了。